你知道吗？像这样手牵手走在路上，是我的梦想。其实，我觉得我挺不会谈恋爱的，餐厅也订不好，也不会准备惊喜。我是不是有点太笨了？可是我很高兴啊，虽然你笨手笨脚的，但是我感觉到你的真心，我现在很幸福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两个手机壳，把它装上手机以后，在一定距离内就可以闪闪发光了。这么神奇，好漂亮啊。以后我会让它一直闪耀。不知不觉爱上了他，想方法去表达，勇气你在哪？那么多路人甲阻挡不了我对你爱的想法。抛开那些最浪漫的话，我只想为你把所有冰冷融化。就这样一直走，我这一生中的美。